良好，他会自我感觉良好，就是人家就已经规定了你不能打招呼，不能跟其他工厂打招呼干嘛？对啊，然后他就会傻傻会在科员前面跟人家打招呼这样。他的那个习惯啊，对，你们就都让，就是、啊、那个叫做体谅了嘛，体谅他。有没有体谅？我们放三罐水在那边体谅。对啊，对啊，老师，其实对吗？回房就不用阴天哦。想不会啊，不会啊。老师想说他是好，好啊，太好了。你也说他不好相处，他好像没有说他不好相处，他是我们房最好的。出去就回家，然后办证件啊，然后一些手机什么之类的，对，用好，然后就去聚团。走，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快一点，看礼拜五会不会放。礼拜五。对，如果明天先，有时候快一点的话，礼拜五就放，不然就是下礼拜。哎，你们想要讲什么？对他讲什么？早点回来，早点回来，等你回来。对啊，就要出去，早点回来，不要让我们等太。不要不会过马路的哦。啊，我会早点回来看你们。对啊，然后看到车子会怕。先把翅膀收起来，要飞了。